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聖パ格、シャオシチャンネルを見ると知識を得る。早く聖パ格を買いに来てください。金爸爸，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。哟，皆さんごきげんよう。今天开着我的，要拍过来啊，特写叉子那系列，哦，我想说已经不用了，已经不用了，冷掉了，够了。够本了，可以卖了，差不多了吧？妈，你跟我老婆怎么两样？那算是个男人吗？换那个，乌拉 Ken， 猴牛 Ken， 哈哈哈哈哈哈！再来换掉，猴牛 Ken， 我不要，那我不行啊，他妈全身肥肉，啊，车过个库拉，全身肥肉一直抖，怎么受得了？不行了，老了，老了，老了。现在要去，今天的目标是彰化和美，帮大家介绍一个不错的厂商。啊，对，那个老板跟我说，他说他要准备霸王要给你吃，真的假的？昨天也有粉丝从东势邮局口老黑轮肉圆，热情的粉丝特地从台中上来，特地去买完再上来请我们吃。没想到我今天下去彰化又有肉圆可以吃了，真的是要让我变成肉圆达人的对吧？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等一下 check out 一下，等一下就到了。手机要维护修理下来啊，没关系啊。来，今天很开心来到彰化和美欧记方向盘造型工坊，这个麻烦我们的小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。我的马赛纳劳灰纳蒂准备方向盘给他处理下去了，请他帮我们介绍一下改装方向盘要注意什么事情。好，我也蛮有兴趣想知道的，顺便分享给大家知道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第一站先去哪里讲解？好，我们先到样品室这边。样品室看到不？哇，你看那么多皮耶。这皮软的呢，舒服。好，我先从皮革先跟小师介绍一下。好，目前欧记所在使用的皮革来讲，牛皮有分成两种，分别是粗纹跟细纹。那现在我们墙上现在看到这些都是细纹，这个就是最这几年大家都在讲的纳帕小牛皮。另外一种粗纹的就是这个，它就有一种纹路，像早期的宾士 B&W 都是粗纹的皮革，这看起来就像 B&W。对对，没错。然后那再来另外一只就是阿康泰拉麂皮了，它摸起来触感又不一样。好，那所以我们目前所使用的牛皮全部都来自欧洲啦，都是进口皮啊，全部都是进口皮。像阿康泰拉意大利，小牛皮纳帕它也是意大利，也是意大利的。对，刚刚我们摸到这一只初吻的这一只，它是奥地利。目前的皮革我们就是会分成这几种。等一下我提问一下，是我还扣起姐小牛皮。跟这个粗纹的，跟这个 Alcantara 的这个反皮的，是三个，它各有什么优缺点？我们先以麂皮来讲，麂皮它本身紫外线效果很好，所以你看 Lamborghini 对超跑，他们都会用这个东西。对，缺点是说它耗损率会比较高，你大概开这个两三年，它就会像这个样子啊，脱毛了。好。你看这没毛，剩下滑滑的了。那另外就是说 Alcantara 它目前就只有一种规格，它没有所谓的长毛跟短毛的差异。所以你像坊间很多人都说它有长毛的 Alcantara 跟短毛 Alcantara， 那都不是 Alcantara， 类似的是红的对吧？对。这个 Alcantara 它是真的是这一间公司出来的才能叫 Alcantara， 对不对？它已经是日本的，意大利耶，意大利。一开始技术。啊，现在是在意大利技术的日本，可是他后来工厂是意大利在做了，没错。可是不是听说这个很少了呢，越来越少，订不太到了，不是吗？所以它的费用会比牛皮高很多。对，那吸汗呢？如果我手会流手汗，用哪一种会比较好？如果说你的手汗是在正常的分泌现象的话，是 Napa 跟奥地利树脂纹，以皮为主会比较好。那如果说你手汗的程度非常的大，那我会建议有带纹路的皮革，要纹路大一点，紫外线效果会比较好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我们会看到有透气孔，对，透气孔的，你打透气孔之后，它的紫外度效果会往上跑。哦，对啊，因为被它，因为你的表面纹理改变。对啊，像我现在玛莎拉蒂上面，我发现应该是这一种，在这里细纹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呀，拿爬啊！这个就是我你车上那一只。哎呀，你看我那一只就是很滑，而且我觉得握起来
握感硬硬的，我不喜欢。它这边它就硬呢。这一支方向盘它本身就是第一个底材偏硬啊。那其实以它的粗度来讲的话，其实基本上是算 OK 啦。嗯，那当然还有可以做加粗的空间。我比较变态一点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握习惯了啦。就看小师今天的需求，等一下我们再研究，我们再研究看看。那再来要不要帮我们介绍这一面墙有什么特别的可以跟我们介绍？目前刚刚是皮革，那在方向盘材质现在在使用上，材质再来就是碳纤维，碳纤维，像这一支就是木头的，哦，这木头的，早期宾士有没有？这边一四零、二一零，哦，他们上面就是木头，那这几年开始流行碳纤维，台湾的，对，好，那这个也是碳纤维，但是它是雾面碳纤维。它是雾面的，好，那这是材质的部分。材质好，那再来就是形状了。那形状的话就非常的多了，多。比方说，现在方向盘都是圆形的。如果说你的方向盘条件许可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可以把它做成平板的方向。哦，行，啊，那就是是不是都要拆掉？磨掉，但是保持里面的骨架是完整的。哦，免尖吗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哦，我一直以为切掉要接呢。我们目前的工法都是以不破坏原厂结构为原则。对。这个跟安全性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哦。永嘉诶，你讲永嘉，对，有案例是它下面掉下来，掉下来，下方不塞塞被李麦克存能机，对对对，而且没有经过撞击是邓有困难的，所以这个跟安全性有非常大的关系。我们就是以安全为原则，就是维持它原来的骨架，对，不要破坏。然后第一个我们平把可以改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增加跑车凸点。有些车种它这边是不是平整的？哦，就这个就是平整的。哦，整个都方向盘都是圆形的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增加跑车凸点。哦，它这个凸点就跟我玛莎拉蒂一样，我原厂就有一个凸点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可是这个有一个特别的，它这个大拇指也有一个可以这样子。这是虎口内凹。哦，虎口内凹。虎口内凹。这是不是类似变形种的感觉？这个还没，还不到变形种，还不到变。这个是一般的跑车凸点，在网上就是进阶版的凸点，它就变平的了。它的接的方式是变平的，再來就是它会比那一种凸点还要更大一點。它这个就是上平斜凸点，那另外一种就是上立斜凸点，就是它是接直的。哦，这是斜的，它看起来就是会比较战斗气息会比较高。哎，真的哎，对对对，有差呢，能线会比较明显。哎，这个还不错。好，哎，没办法。那再来凸点完之后，我们就是变形种了。变形种，变形种，变形种，要长大了。那 OG 的变形种有几个特点，我们都会有左右两侧会有符合人体工学的握把。哦，指控，你拍得出来吗？它这里有两个环，这样不动不动，有没有？你用手下去摸，它这个是有凹槽的。我发现一件事了，你看它这里有做一个这个有没有？对，你这样子，你往这边的时候，它你的手掌这边有卡住，对应你自己的开车习惯。假设我们是国产车来讲，有些国产车它用的牛皮，它会使用二郎皮或者是二层皮。我们牛皮出来料基本上它可以分层的。那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，或是我们在使用的，除了麂皮之外，因为麂皮是人造皮革，全部都是头层皮革，回来掏钱呐。最表面的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哦，它是品质最好的皮革。那第二层以下，就是提炼炼诶，然后再制造变成人造皮啦，或是拿去做人造皮的原料。好，那二郎皮或是二层皮，它有一个状况就是说，它久了之后，它会有脱皮的现象。哦，或者它皮衣保养不好，会翻一片下来啊。对对对对对。那二郎皮的部分的话，只要有一点点伤口，它就会开始咬开。但是头层皮，它只会让你开到皮革破掉，直接它不会有脱皮的现象。哦，不会，表面不会脱皮。对对对，是方向盘而已。好多学问的，还有定位环、缝线那些的。好，那再来就是中间也可以加基准环，中间的基准环目前还有新的就是这个金属的基准环。哇，你看，我最喜欢这种布灵布灵的东西。啊，那你如果要送戒指给你女朋友，啊，不知道她手多粗怎么办？你就含住她的指头，然后嘴巴维持那个嘴型，赶快跑到卖戒指，这样就好了。对不对？我教你，要睡觉的时候就含她手指头。好了好了，麦拉迪赛，啊好，基准环，所以基准环就是铁的，或者是卡蹦的，这印刷转印，不是，它里面是上胶膜，哦，直接上胶膜上去，对，好，它是上胶膜，就这两种，还有这个就是缝皮的，对，好，直接缝。皮缝具的颜色，不一样的颜色的皮，对，好，三种，好，然后再来还有什么可以选的？好，那缝合的方式，我们目前分成两种。干，缝线还有分哦，还有分缝合的工法有分成两种。对，像我现在手上拿这一支就是日式缝，我们称之为日式缝法啦。它的缝合方式跟棒球一样啊，棒球。像日式缝法，它的特性是在于说它的线材会比皮革来的低。哦，所以你摸过去，它会一颗一颗凸起的部分。好，那墙面上这些就是交叉的欧式缝法，它是三条线去组成的。嗯，哦，像这一支比较明显。
啊，这个也是，它就刚好三个不一样，它是三种颜色，它是三条线组成的，所以你摸过去它就是平面的，它的线材会比皮革高，所以你摸到的地方就是线材。那请教一下，它缝的过程有日式比较困难，还是欧式比较困难，还是没有，都是机器打过去而已？都是手工缝的，没有机器。都是手工缝，不是我姐姐掐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掐过来了。方向盘跟皮椅不一样，当你看白皮椅有无，是拢有车，对，车车才把清起嘛，对。方向盘是用手工缝的，哦，是哦，方向盘全部都是用手工，这真的是手工的嘞，对，就看小师今天的需求。其实我刚刚已经看到他，你看，我告诉你，这绘画能力那就强，这厉害吗？对，你那这个画画哈，这个是我看小师的影片之后设计的。对吧？可以看有其他的参考吗？这很厉害。我的话，像这个就是 Kenda， 好 Kenda， 对 Kenda 这么凶，你看，妈的像那个手指虎一样。Kenda 做变形虫，这个有做出来了，有做出来了哈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，哦，波塞啊，哎对，哦，这很帅，很帅，很帅，上平下平哎。对，这个有成品照片啊，也是帅啊，我好想要。好啦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研究一下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选一些颜色啦，或者是形式上有没有需要调整，对不对？其实影片里面我知道小师想要改成平把，很不幸的是这一支方向盘不太能改，不太能改，因为我刚好发现，因为它这里它饰板已经延伸到底了，对，它饰板延伸到底会伤到饰板。我会建议平把我们做内平把，所以像我设计图里面，我把里面内平把里面是变平的。那它这个握把是不是就有点像你刚刚拿那只斜的变形虫一样？这一只，主要我那时候在想这只方向盘的时候，是因为玛莎玛，也就是水果叉，叉子，它是水果叉，所以它的形状是设计理念，看到没有？它就是设计系耶，我跟你讲，它是设计歪。那在虎口部分的话，我帮你做内凹。内凹好，就是这个地方。你就是把你所有能用的这个绝活都把它弄到这只方向盘，就是大概就这个意思啊。我去我车上看一下，阿带我们去研究一下吧。对，我是坦白说，我自己心里我是比较想握反皮的啦。这个我们叫麂皮，小师公的反皮是两个几种哦，不一样的东西。麂皮啊，它这个皮是包到这边来哦，它是连背盖都包，对，所以到时候连背盖的皮革一次翻新，整只都包哦，对，整只都包。其实我这嘛有碳纤维的空间吗？没有了啊，有剩这里而已。我们有做过碳纤维的，这里也做吗？有，也做，这也可以做。等一下有照片可以看哦，是哦。好，那我大概知道了，反正颜色我看应该也是用黑色的啦。好 ，OK， 我知道了。像卡蹦的话，就可以从两侧。哇，帅！它这个中间意大利国旗的，你看。它有做过变形虫，就像这样。帅吧？可以吧？好，我们就类似这样，好不好？可是我比较想用麂皮的呢。对啊，比较战斗气息啊。好啦，开工处理了。好，处理下去，耶！我们先开单。上面的那个啊，对啊，你环。你要金属的。还是像它那个图就好了。你要做交环就可以了，像它那个图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就像这样就好了。好，那这个环有两种规格，像现在我们照片上看到这个，它单环单一个颜色它是六 mini 哦，所以它总长就是1.8公分。对，这个是做三 mini， 单条是三 mini， 粗的比较好看，粗的比较好看。我反应很快哦。好 ，OK。我先讲一下我们的价格区间，我们会从3000多到30000啊，3000多啊，呜哦，基本换皮 基本换皮，所以不要以为都是很贵的，对，你加需求再加钱。我们是全客制，所以说看你选择什么东西，选到哪里，费用到哪里，对，刚刚被加选配是刚好，好，那很好 ，OK， 非常棒，好，因为这个是特殊设计款啊，对，所以它费用会相对来讲比较高一点点，那总费用的话就是来在这边，锵锵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麻烦你了。那顺便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说，对，拆装，讲到拆装，要有很多人会担心啊，比如说我是新车，是刚交车没多久啊，这样拆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？会不会产生什么困扰啊？会不会？第一个，我们是正规工法，所以方向盘一定是卸下来试做。对，所以我们的拆装工法是有一定的一个标准流程。原厂它本身哦，现在新式的方向盘都会有一些按键啊，对，气囊，对，那里面的线组基本上我们不会去做跟动，对，我们怎么下来？就是分解放好嘛，对，保管好，再还原回去，基本上是不会有问题的。所以
我们在拆之前会做功能的测试、哦、安装完之后会再测试，对、哦、客人离开之前再请客人测试一次。 OK， 哎、欸，是不是有一些拆下来回去可能会亮灯啊、嗯、现在新式的宾士从 W204 后期开始，它只要是有气囊做拆卸的话它就会亮故障。那怎么办？插电脑做系统恢复。我们就有在做恢复吗、嗯、对还是要回原厂？不用不用回原厂，不用回原厂、哦、就我们会弄好就 对, 对, 对，我们会帮你处理好啊，这上面下卡高管，像宾士啦，然后新的 VAG 目前是这两个。哦，那也还好。对、哦，那也还好。是不是说你拆下来，基本上你不要再发动它，对吧？你个缓一侦测到错误，我有故障码。我有一个遇过一个状况是说，我方向盘已经拆下来了，对，气囊不在车上了，但是哎，可能刚刚车拆来太舒服，已经发夹。它过红火，过红火，当然这个就会亮灯、啊。哦，对，你看它要侦测到错误了啊。啊，如果说是有亮灯的话，是因为拆装的关系有亮灯，我们会处理。好，像这种超过一天以上的工期，我们基本上有两种方式进行，一个是交换件。哦，那所谓的交换件就是说我有原厂的方向盘，哦，依照你要的样式，我们去试做完之后再去跟你做交换。哦，再交换。你原厂盘我回收。哦，我懂。但是气囊按键会移植到新的方向盘上面去。哦，这第一个。这第一个。那第二个就是说，哦，你车子有来厂了，哦，那你下定了，那我们会帮你安装代步方向盘，先借你使用，一样是那一台车的方向盘。好，没问题。所以功能上所有的孔位都是一样的。OK， 好不好 ？OK， 好。好，那我们继续进行。走。OK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做拆装的动作哈、哦。所以第一个我们会先测试功能，哦，定速功能也正常。好，调频，后面按键都是正常的，好，所有的功能都正常。还有就是确认一下所有的灯号都没有亮。再来就是这只方向盘是完整的，它没有任何的伤痕。啊，有些会有刮伤啊，嗯，还是说哦喇叭盖啦，因为喇叭盖不会动到嘛。哎，对，对不对？气囊盖。还是说像饰板啊，有些人饰板会刮伤。嗯，哦，那我们会先跟客人讲，你哪里有受伤，我们先跟客人讲。不要是它原本就伤的。啊，对。这只方向盘它就是由螺丝去固定它的气囊座，所以它后面会有两个维修孔盖。那我们先把维修孔盖给弄起来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把这些东西移到备用盘上面去。好，像这种备用的，你们都从哪里来的？国外，就是买一支这样进来。对，我们在国外有个业务，那他们专门就是负责帮我们找方向盘。是基本的车几乎都会有，市售车的90%的方向盘我们都有备用盘。当然有一些像比较特殊的、较冷门的车子，我们就是会看有客人下定，我们才会去找方向盘。哦。按那个，我拿个东西给你。彰化名产。哦，那就是在排队耶。哎，你老司机。哦，我老司机，你是嘞？老司机，这不二家银朋友不二房。老司机啊，谢谢，多谢。这个也是要让我带回去的、哦欸。这个就看要送给粉丝还是怎样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我们公司设计的购物袋啦。哦，购物袋哦，还会换来的。里面还有一个我们公司水壶，那个水壶。哦，哎、欸，大手笔嘞。大手笔，哎、欸，有 logo 哎呢，来，他们 logo 是这样，这是你们 logo。对。OJ 嘛，对，好 OJ， 后面方向盘，然后后面是他们的跟我们字母一样设计理念，跟字母是一样的。哇，要年底又要扩厂，我跟你讲，要变跨国企业了。现在其实已经跨国在卖了，只是越来越大了，再上市上柜。没啦，小小公司。哦，手机拿出来拍一下，大家来家，提个哈侪物件，干嘛拍一下照纪念节？啊。拆完了、哦、那接下来我们就等他通知，我们就再来把新的方向盘开箱上去，好不好？好、哦、那就下次见。
正価格。シャオシチャンネルを見ると知識を得る。早く正価格を買いに来てください。金爸爸，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。啊，时隔三个月又来了，听说有留最后一道工序要给我们去参观一下，好不好？走，我们就赶快去参观了。事不宜迟，哦，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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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没有？哦，变粗了，你看，你就说这握起来才会有熟悉感，对不对？啊，那等一下，我们就是把最后一段完成之后，这里还没有，你看，对。哦，这一段还没有，把它缝起来，缝合起来，我们就可以装上车。好，现场表演、哦、啊，交给我们阿姨。好，那、啊、现在做的这个动作就是最后一动了，就是我们把皮革先穿上去之后粘合之后就是最后的缝合。所有的方向盘全部都是手缝的，手工缝起来的，但是基本上主要还是要靠里面的胶去粘合。如果说你里面没有上胶，直接缝上去做粘合的动那个缝合的动作的话，它会滑动。哦、oh. ，嗯，那这种缝法我们就称之为欧式缝法。哦，那欧式缝法的特性就是它是三条线的，所以你有看它左右两侧有一条线，它中间再勾我们最后缝合的线，这三条线去做缝法。那这种缝合方式也是目前大部分欧系车在使用的缝合方式。方向盘跟 AMG 一样，嗯，工程师都会写名字，可是我们是写代号了。哦，代号。好，谢谢。OK， 好，那现在我们缝完了，那我们做品检。等一下就直接把旧的换上去，就可以上车了。好，在我换装之前，我先请小四先拿一下两只重量有没有差很多。哎、欸，变轻嘞，有感啊！你手伸出来，你自己拍。没有，你拿。我不知道，你先拿啊！你先记住一下这个重量，等一下我一过来，你再拿一次，差蛮多的。一拿，对啊，一拿就有感觉。好，那我们先换过来，好。OK， 那你再拿看看。对啊，他直接让他这两个都没关系。不过这轻有好处吗？主要是说哈，因为最近有遇到客人，因为其实现在台湾的变形虫很多是从对岸过来，插在里面的材质，像补土好了，我们看那个哦，有那里掉的那几只白色的，来，它这个其实不是很硬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摸起来它这个有一点点，也不是说它软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它摸起来是那种硬中带软的，你稍微用力按还是按得到弹性，其实你可以用力按看看，按得到弹性。他刚刚有讲，我刚刚有问他，他说这个是有差的。哎，这里，嗯，像假设你皮扒掉，看到里面是这种颜色，黄色的，嗯，这个大陆他们那边叫腻子，刮腻啊，腻子，我猜啊，好走啊，哎，它的优点是什么？硬度很高，所以通常会用在什么汽车修复、家具修复。但它有个缺点，就是说第一个它重量会比较重，再就是说它硬度会太高。如果说今天假设我们不幸发生到撞击的时候，你刚好撞到这个东西，哦。会受伤，会受伤。那这个撞到就不会弄到人吗？这种材料基本上比较特殊，它撞到之后它粉碎，它的成本会比这个要高非常的多，应该高很多，因为是到处都拿得到啊。好，那我们装吧。好，那转起来都没有异音。好。那就是 OK 了，啊，等一下清洁一下。哎，搞定了。哎，从外面拍进去，那个整个气息都不一样，真的啦。我觉得突然跟你之前贴的很搭。本来我就是为了那个买的啊，不是吗？我觉得有一点不搭，哎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这两片没贴，后照镜也没贴，中控台也没贴，不太搭。真的不要贴了。不太搭啦，我这下龟叔哎，内衫裤都现在穿龟叔哎，你是不是卡莫有多多上多多吗？你那个 CHR 还不是镀铬，对不对？一直贴，连油箱盖都贴，镀铬有多多上多多用，严格你个哎，讲话外里面的是有多多上多多，所以我就等下拍一遍，就是回去我把它全部都贴满，然后对他们会气死。哦，心灵玛丽加20P 啦，
这真的是 CP 值很高的一个配件，包含你的视觉、触觉跟你的感受全部都提升，划算吧？划算了。哦 ，CHR 他讲了嘛，每天在握的东西，这个钱不要省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帅气的下车做结尾就好。好了，今天非常谢谢，很辛苦哎。你知道他们装这个方向盘啊，不能发动车子，所以不能吹冷气，所以拆装都要用到大力焊、小力焊，自己啊亲自来看他们整个作业的流程，拆从拆到弄到缝到装，我真的觉得吼 CP 值很高啊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这个我觉得不能去看说哦这个东西是多少钱，好不好？这个最后我们有那个优惠方式。好，我在这边说一下优惠的部分。好，只要是小师汽车生活频道的那个会员有订阅的，订阅开启小铃铛，九五折。他会不会到门口先按好？有，啊，这也 OK 啊，也 OK。你马上来，马上订阅，我都给。好，啊，只要是有订阅的，就是九五折。好，那频道会员就是九折。好，那再来，假设是跟小师哥买车的，又是频道会员，有贴铁牌的啊，对，那个又另外再杀币哦。好啦，这是我们会员的福利。对，那再来，其实我们也不是说每一只都卖到这么高单价、啊哦、对，其实它还有比较低单价。对，因为我们是从基本缝皮开始，基本缝皮就是几千块的东西。对，你只要换皮的啦，有没有改造型的啊？有没有上之前有讲嘛？要加卡缝，要加什么东西？客制化完全都可以。我们是全客制化的，所以你要最基本的换皮缝皮，其实不贵。哎，对，那再来就是像小师哥这个是最 top 的，对，哦，最顶级的，最顶的，当然费用就会比较高。好，所以我们会依客人的需求跟预算去推荐你，我不会说硬推说啊，我这米家咖喝呗，没有了，还是要他自己喜欢、啊。推給你 对，我们会以客人为考量。像阿康 Terra 好了，其实我不推客人做阿康 Terra 麂皮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比较不耐用，会脱毛啦。但是它的售价是最高的，好，那我不推，是因为它的寿命，所以我们会站在客人的立场去推荐你，这样就对了啦，这样就跟我们做生意的态度是一样的，对 对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这个喜欢影片记得哈，订阅留言开起来，然后 OG 方向盘换新起来，追踪起来，搞不好里面去拉拉拉就可以相簿嘛，应该可以看到，搞不好跟你的车有那种成品照、完工照，你就可以去参考说我的车换完这个方向盘这个样子是什么感觉，另外一个样子是什么感觉，你就可以有个参考，就可以直接跟他们联络了，好不好？下次见，拜拜。拜。哇、哦啊，哎、欸，彰化的，赶快来。先吃先吃，啊！你刚才买两粒尔，你拢免食。哎，我拢免食，我看你食完就。哎，这个炸的呢，炸的皮酥酥的，你看。啊，这个是很像蒸蛋的汤呢。哎，它是龙水汤。哦，龙水啦，不是蒸蛋。哎，龙水。它有蒸蛋啊。谢谢，啊，这客气啦哦。啊，公司跟起都位，这阿爸玩这个。北门口总店开动了哈。啊，不客气哦。嗯，还热的。他算准我们要来的时间去买。啊，不练皮不好吃。好，皮还不错，皮蛮 Q 的，炸过比较香。而且霸王为什么会好吃，你知道吗？它炸的油里面都有猪油，所以皮会吃起来的猪油香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去看人家外面，它是不是一锅油里面放很多霸王？然后你有没有觉得那个油都不会冒泡泡？因为猪油的那个特性比较安定，所以就算它温度高的时候，它比沙拉油还要温度更高才会起泡，所以它可以看起来很平静的样子，那是猪油的特性。所以霸王的皮吃起来都会有个猪油的香味。哦，浓水在这，有没有？白白这个一条。哦，赞哦！哎、欸，我刚才发现下面那颗刚刚有画红色的那个记号的口味不一样，这是干贝啊，干贝里面有鸡丝、有香菇、有肉，可干贝被我磕掉，还要排队。他说刚排十几分钟了，太感动了。太感动了，这阿呆再来要给你呢。啊，谢谢啦，啊，电话投我。啊，无，大概个，还有铁牌。哦 ，OK。你看那边有挂我们相片呢，阿呆你这样对吗？这他还戴我们口罩哎。对啊，你要多买一下人家的方向盘。哎，又来了啦，每次来这边都，这三明汤。八个。哇，肉羹汤跟空肉饭啊，拍一下。这一间你无加。榕树下。榕树下，榕树下，你知道？去倒像个啊。好啦，吃每次来都先吃东西，就拍谁？那我们就先吃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快吃，快吃，快吃！好，开动！谢谢，谢谢，肥瘦各半，无损失。好，那快吃了。正価格、シャオシチャンネルを見ると知識を得る。早く正価格を買いに来てください。金爸爸，收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。